是傣族的最隆重的一个节日，就相当于我们汉族的那个春节嘛。大泼三天，小泼七天，全程都在泼，直接就是里面它是一个挖掘机的那个铲子嘛，然后里面铺上那个不透水的那种油纸，往里面加了水就可以泼啊。因为往年都是通常是用那个皮卡车，今年他们是直接用挖机。